匈奴起兵！快，按照新制定的烽火品约，匈奴入田北塞，举三风。诺。 田北塞已升三封，甲戌后官第五岁，已升三封，第四岁，升。诺。甲戌后官第一岁，已升三封，撒郡后官第一岁，升。诺。 匈奴人入田北塞，举三封，后赴入甲戌部，雷举炮和风，后赴入萨景以内，布雷举后等，执上风。此次匈奴人溃边，田北、甲戌、萨景三大后关。 紧密联动，将匈奴人抵御在我大汉疆土之外。大胜！大胜！大胜！报！启禀大人，第四部后长子惠积劳成疾，病重离世。 匈奴走了，居延又恢复了平静。这一次，田北后关、甲戌后关、萨景后关三大后关，200余座烽燧，呈品字形，守护大汉边塞。 我们用新的烽火品约，铸成了一道固若金汤的防线。塞上烽火品约，每一个字都是无数防御匈奴、保卫家国的人们用汗、用血、用性命写下来的。塞上烽火品约。
记下了我们的历史，也记下了我们的故事，塞上烽火品阅，守护了我们的家，也保卫了我们的国。汉强，我不能陪你了。子辉，我会记得你塞北的烽燧，也会记得你，记得我们。在汉代边塞的一座座城章烽燧中，有无数像汉强、子辉一样的戍边立卒，他们并肩作战，抵御着匈奴的入侵和袭扰，守护着大汉的边塞。然而匈奴对于边塞的侵扰仍持续不断，直至公元前36年，西域副校尉陈汤率军征伐匈奴，斩杀郅支单于，西汉与匈奴持续百余年的战事进入尾声。